女貌，不好意思，李总，嫂子，我们晚了点。不是，魏总，您是仗着自己帅气，一来就给大家上演个偶像剧，这不，我们晚饭还没吃呢，口粮就吃饱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方舟产品部的总监魏总啊，这是我多年的好友马总。你好，马总。哎，魏总，幸会幸会。方舟的魏明。好，这位是王总啊。哎，魏总，魏总，幸会幸会啊。 又要拿我开涮了，专注事业。哎，你还总一直都是事业，对不对啊？这把年纪的还这么说，你们都不了解我，我这不观念没有遇到像魏总夫人这样财宝双全的吗？我等我怎么会待那么久呢？所以我这要讲学习。你们都一个学不来啊？哎，你刚才没听魏总介绍吗？他们夫妻啊是大学研究生时代的。 要像魏总学习啊，那你得在学校的时候就提前布局，先下手为强了。那是，不先下手为强。我太太林双，三观正，贤惠，结婚之后就勤俭持家，把孩子教育得非常好。不瞒您说，这么多年了，她一直是我心里的白月光。来来来，进白月光。林双呢，性格比较冷。 暗恋的人可不少，但是追求的没几个。所以我们魏总才能趁虚而入。我听说他老婆顾姐风情为人世故，满脑子家务，他们平时根本不见面，一见面他就要钱。要不是有个孩子，我估计他们早就分开了。我们准备切蛋糕了，来来来，大家来吃蛋糕。 喝了多少？啊！哎，麻烦大家接过一下，好，谢谢，不好意思。Jonathan，哎，真的是你啊，Jonathan。 好久不见了，啊！国外这么长时间你都没跟我联系，这事儿怪我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太太，林双，林双，这位是我国外的好兄弟 Jonathan。 我知道你林双，你当年拿过全秀大学生城市设计竞赛的第一名，当年你们来硅谷，我们都很遗憾。你现在在哪里搞酒？我一定要知道当初是谁创造了方舟这么优秀的人才。 就这个，我现在无非就是起早贪黑的做一些行政琐事，这个安排一日三餐，整理衣服啊，外加当当司机什么的。这个太浪费你的才华了，他们给你开了多少薪水才让你吭吭着他们干？无心的，以爱之名。 魏太太真幽默，Jonas，林双是魏明的太太。Jonas 知道，林双在方舟工作的时候就一直是业务骨干，生了宝宝以后呢，他决定退居幕后。我非常尊重他的想法，有我
带着我们两个人的梦想继续打拼。嗯，魏总是个很有担当的男人啊，好丈夫，好爸爸，还是一个好老板，可以让他的员工全身心的、不求回报的当苦主。<笑>这酒是不是有点上头？魏太太要是想休息，后面餐厅有化妆间。我太太酒量非常好，江边有点风。 我待着去补个妆，休息一下，吃陪一会儿。还喝呢？你自己多少量你自己不清楚吗？逞什么能啊？喝点水。 刚才说的话有问题吗？我是喝多了，但是我没有胡说。魏总，是不是工作太忙，太少跟我聊天了，都不习惯了。我知道你在家里带孩子委屈你了。你为这个家，为了果果做的牺牲，我一直看到眼里。 所以我一直尽力在补偿你。我这么拼命的工作，应酬客户，不就想多挣点钱吗？让你在家里舒舒服服的，不用跟别的女人一样，你为了点小钱斤斤计较。我知道，这段时间我忙于工作，忽略了你的感受。我也不想加班，我也想待在家里陪陪你，陪陪果果。 可谁赚钱养家呢？我可以啊，魏明，你是忘了吗？是我放弃了自己的事业，甘心当家庭主妇，你才能在外面安心的工作。那怎么现在说起来，就好像是我在家里享清福，这些都是用魏总的辛酸换来的一样呢？ 你怀孕生孩子，我代替不了你。可是辞职、当家庭主妇，这些都是你选的，我一直尊重你的选择。所以这些年，你负责照顾家庭，我负责在外赚钱养家。在我心里，你是我觉得这世界上最有担当的女人。 我后悔了，我以为一切都不会变呢。都是我的问题，我不知道这些年你攒了这么多怨气。你相信我，你不是我手底下无心的员工。 你是我最宠爱的老婆，我爱你。今天的聚会对我、对咱们家都很重要。是对你，不是咱。你喝多了。李总这边我来应付，一会儿我给你安排车，你先回去。到家了记得给我打个电话。 听话。礼服还满意吗？ 礼服的样式很棒。
就是稍微有点风尘，不过难为你了，因为毕竟你没什么参加这种场合的机会。另外，裙摆稍微有点长了。难为魏明，还抱着我走了一段。